再开个榴莲盲盒，出去溜达一圈，看到榴莲就忍不住了。这个稍小一点，嗯，肉还行。这个太小了，一方。再看啊，咦，咦，两方。是在水果摊买的，不是在超市买的，我都害怕。哎呀妈，这都有点干巴了。哎，牙签肉，啥也不是。你看这个，还行吧，反正就不咋大，便宜嘛。这个小一点，这几方呢？这还有一方，这个花了我80块钱。上次那个是150块钱，弄出一大盘子。这还有吗？没了。小，肉也小，尝尝熟没熟，也挺甜，就吃了有点干吧。这玩意真喜欢吃，拜拜。